你现在比较特殊的，你想跟爸爸介绍一个什么？你自己看。自己看，你没时间的呀。不是呢。你哪有这个时间？你全放在上学，你没时间。嘘。世界各地图书馆呢，把它去拍下来的时候，咱们仔细看了一下子，它每一张拍一个。珠江三角区已经发展，而且人家已经有序发展。长江三角区现在还没形成这个经济环圈，所以说要好像看上去前程比较好。重点发展对象。问他在。不是珠江三角区是。这教室呀。往这里走哎，妈。这里不是比较自由的地方，往那里去。啊，总是在南方。如果当然年代不一样，妈妈读过大学也是教师寝室，就是。应该是，这是一，还是 each 就是一个。M O P 那个嘛，有可能是普币吧。你要知道外面有这么一些世界，但是你到底是不是做你选择这一种，原版书很多这里。如果那图腾快一点呢？
这里大概是全澳门最漂亮的马路了。你这个人我不过啊，人家地方没走够，不晓得啥地方好了不好，看起一样东西也蛮好的啊。侬回去要买钞票不啦？该非盈利拍摄是吧？由周天下基金会赞助。啊，放到网上去好了。那你那个就是米饭汉堡拍的，在里面而已，怪不得昨天没看到。这是澳门的街上，这个是大教堂。怎么会大教堂？这是邮局。这是他现在已经美国银行被当作邮局来用了，不知道是乱讲，教堂会变成邮局，可能本来就是个邮局，像教堂而已。那美国银行拍一下 ，Bank of America。America。快点认识。得到你读多少书还不是行多少路？真的，不过三千块是很多书好买嘞，看起来你保守。人总是喜欢熟悉的地方的，普京赌场你没去过，你不敢去。他说不要拍。如果我妈妈到澳门来没有工作做，可以摆这个小摊以谋生，赌再和客人讲价买香烟。很多山路像这样，在澳门民政总署的门口，你看这里，这条石子路一直延续了很长很长，据我保守估计，大概有10万个石子是肯定有的。这里是可口可乐和雪碧的广告牌，这里就是刚才看到的邮局和钟楼，而面前这个街对面一个很好看的广场。广场的地面有非常多的石子，估计要花费再多花费几万颗了。民政厅里面正在办一个什么书法展，里面可以去吗？陆康是谁？是当代的书法家吗？这个不会是哦，那个人行道，世界上最美丽的人行道终于在澳门看见了啊，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人行道，还有生出来到现在以为人行道就是像湖州这样不能挤它的，居然还可以绣花。这里是民政局的，我看一下，也是普通的民政总署的后花园。这个就是普通瓷砖呀，跟大瓷砖一样。
民政总署这里有几幅壁画，这也许就是他们眼中的澳门了。来看一下港都，谢谢啊，没礼貌，能到这里，快点，我走了。等一等啊，你看这各个时期的民政总署，真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民政总署楼上的一个卫生间 library， 对面的广场上，这里就是便民大药房了。那建筑呢，就是葡京赌场了。上次那个开房子的妹妹有什么啊？好，拿着呢，取东西。我们先去上厕所，再去取东西，好吧？好吧。好。啊？哦，你不拿东西啊？你到三楼去干嘛？三楼我去上厕所，你去吧。我去。那给你啊。对面这个就是友谊大桥的呀。